前七名这个部分啊，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列出来，哎，那特别注意哦，这个前七名的程式该如何撰写？哎，那其实逻辑哦，你也可以拿一前七名哦，你可以拿什么呢？先打一个 sub， 二的话呢，拿什么？拿刚刚格式化 VBA 这一段拿来贴过来 ，OK。哎，可是贴过来之后的话呢，有哪些地方要改的？哎，特别注意哦。一，你可以看，我如果要放资料的话呢，特别注意，这个是把 A 栏的这个东西底色换成黄色，但是我现在不是要做这个动作啊，我现在要做动作什么？要我这个注解啊，我不要这个注解，我先不要删掉，我把它放在上面。哎，我要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帮我复制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 F2 嘛，对啊，把这个东西帮我复制到 F2， 那怎么复制到 F2 啊？特别注意哦，如果你写这一段的话，那就是什么，把你要复制过去的写前面，来源写后面，所以哦，写的方法一定是什么，前面就是这个叫什么 sales 哪一列，我们先第二列好了，逗点 df 栏。OK 哈，那要 call 什么呢？等于就是什么？等于这个啦，其实就是 sales 的 ID 的 A 栏，就这个里面的资料，帮我怎么样？帮我 call 过来，有没有？哎，特别说这里面的资料，帮我 call 到这里，就写这样而已哦。OK， 所以之前有同学说，老师怎么把这个储存格的东西 call 到另外一个，那写这样就好了，后面的东西就 call 过去了嘛。OK 哈，就写这样。但问题来了。如果你现在一直执行的话，会成功，可是最后是39，为什么？因为一直盖，本来第一个12嘛，第二个可能就是一直往下啊，第二个找到21，一直往找到最后的话，应该找到这个第四39，啊，最后盖就是，所以变成说你这个地方就不能是一直 F2， 你这边应该什么？第一次是 F2， 有没有？那第二次的话就 F3。第三次就 F4， 哎，所以呢，以后如果你有这种需求，你希望第一次放的位置哦，所以这边记得哦，你可以有一个方法，第一个，请你在 for 回圈上面多加一个变数，叫 k， 预设值等于2，啊，因为那个数字会变动嘛，2、3、4、5、6，好，所以呢，它从哪个数字变？从2开始，所以呢，哎，我初始值，这个 k 等于2，意思说它从哪个数字开始？OK， 从2开始，再来的话呢，把这个数字啊，把它放在这里。可是问题来了，第一次是2，第二次还是2，那怎么办呢？所以特别说啊，第一次是2的话，那如果第二次的话哈，就要把它加一的话，哎，我前面有讲过嘛 ，k 什么等于什么 ，k 加一就好了嘛。这意思就是说哈。当他第一次哦，有没有？第一次是2，对不对？所以 F2 放进去了。然后呢，在这里的话呢，把2加1存回去。所以它的叙述的逻辑哦，特别重要，是一定是帮你把这个做完之后的结果存到前面去的意思。哦，所以特别重要，这个等号不是说两边相等的意思哦，是说把后面的结果计算完，存在前面，存到前面去的意思哦。哎，跟这个有点像哦，这个也是哦，这个把这个东西存到前面来哦，这有点像复，等于有点像复制哦，有没有？所以这个等号哦，你不要一直去，就是一直受以前的那种数学那个等号的影响哦，特别说它这个每一个等号的意思就有点不太一样哦，你要知道它怎么去运作哦。OK， 如果你能够了解了，我觉得你对程式应该慢慢就不会那么畏惧了，而且说真的也没有那么复杂。好。而且我跟各位讲，这样程式就写完了。OK， 写完了，有没有啊？我改什么？其实没改什么，只是说把那个逻辑稍微调动一下嘛，啊，就完成了。OK， 哎，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哦，其实说这样，程式真的也没有那么复杂。好 ，OK， 其实我觉得都还蛮多可以理解的。好，那再来的话呢，哦，就是怎么样？就是来执行看看，执行一下。有没有发现？看第一次嘛 ，F2， 第二次、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好了，没有了就跳离回圈了，就完成了。OK， 好，哦，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哦，虽然程式不多，但是哦，都很重要啦。所以我放在那个云端上面每一行程式哦，哇，
其实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算是，什么整理的一些心得啦、也不敢这样讲嘛，就是反正不断的在淬炼嘛，然后每一次啦，我就想，因为说真的，怎么样把程式写到最好，真的其实还是要有一点点心啦，所以我一直建议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就不妨培养一点兴趣。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些东西当成你的专业，或者当一个技能，你履历表上面可以拿出来的，让人家觉得肯定的，还是要花一点心思。像我以前，我记得我跟各位讲那个敦南成品嘛，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只要程式有问题不解的，我就跑敦南，所以晚上睡不着觉，有没有？我就跑敦南去看那边的书。因为那边的书我觉得对我太有帮助了，哇，开架式的，哇，书随便看嘛，而且随便可以躺在那边，不是躺着啦，坐着啦，很舒服嘛，而且有冷气吹，对不对哈？如果累的话，头还可以抬一下，偶尔还会看到一些美丽的，美丽的书籍啊，对吧？OK， 反正就那边，我是说那边的那个环境很美啦 ，OK 哈，不要想歪了哈，好。那只是说，就一个经验啦，不过现在好像移到那个台北市政府那边嘛 ，OK， 啊那时候其实就晚上睡，那反而看完之后，回去就很好睡，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让人家觉得看完真的很累的，很容易入眠的。那它基本上也没有，它其实就是纯粹工具啦 ，OK， 跟那个念文学作品完全是不可能类比。所以我很清楚说这些东西对我的工作非常有帮助，但是对我的心灵是毫无帮助的，而且对我的心灵反而有负面的那个影响，就是让你好像变得更，所以偶尔我觉得有的偶尔难免还是要调剂一下 ，OK， 就是说你要学会工具之外，你要想说到底人需要什么东西 ，OK， 两方面是要有一些。互动的，而不是说只是单只是把它拿这个，像有些人就钻进去了，他就只学这个我觉得这倒也不是一个好现象嘛你还是要关注最重要的是人 ，OK， 你学这个是为什么没有就程式那这样框框就太小了 ，OK 因为它这个决定很多很多因素，有没有决定可能一个国家的兴亡。都有可能，有可能，你会发现这东西，其实我刚刚讲那个例子有没有？就是那个有没有响尾蛇飞弹？我在现在想说，我这件事情我居然不知道我只是因为那一天无意间看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历史学家还是什么，他就拍了一个影片，就专门讲这件事情，无意间看到，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原来解密的真的是很多时候YouTube 上面还真的蛮多，所以现在反而大家不喜欢看书，反而很喜欢看 YouTube。OK 那请各位试一下这前七名部分，把画面切一下。那当然的最后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变一下，就有同学说啊，老师可不可以帮我把那个第一名排到第七名？可不可以？那可以啊，只是怎么改程式该如何再稍微变动一下。所以其实这也蛮有趣的地方。以前就是常常就是你程式写完之后就没有写完一天，因为写完之后又要想说，如果另外一个问题，那我的对应的程式该怎么写出来？一想那你要去把答案想出来。如果你想得出来，那表示你真的是彻底的学会。但如果你写不出来可能你就是要再花一点心思。表示你对于回圈还是了解有一个限度，当然你刚开始也许不一定写出来是最好的程式啦，不过你可以慢慢去揣摩啦，然后慢慢去，你是喜欢用一个词叫做涵养，所以你就是把那个问题涵养在你的心里，处处就也许暂时没有答案没关系，然后你就把那个问题放在你的心里，然后随时像我去图书馆也好，去诚品书店也好，那就会偶尔无意间就刚好看到一个答案，看到一个书里面刚好有一个就感觉就又有一些收获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我一直都在记问题
然后呢，一直都在找答案，哦，每天每天啊，就怕说哪一天哦，自己，失去这样的能力了，哦，那就会发现哇，生命也没有什么乐趣了。OK， 因为如果生命里面没有问题的话，那活着真的是太无聊了，哦，所以有的时候啦，哦，还会是我是那种很喜欢去找问题的那种人呐，所以当然也因为关系就各持不平嘛。就自己会觉得，哎，这东西其实哎有趣嘛，趣味性。你有兴趣的话，你自然做任何事情，你就不会觉得疲劳啊，哦，不会觉得累，哦，而且会主动去接近它。OK 哈，哦，所以建议各位也可以慢慢培养嘛，哦，你可以把这东西当成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哦，啊，这种技能、这种专业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立竿见影的，但是只要你肯愿意努力哈，哦，我想应该。会慢慢发现，哇，你使用它，你会回不去了，哦，OK， 试一下哈，哦。